如果你平時有玩開陶藝，想揾個地方練下手，又或者係整一啲小手作拎出去寄賣，咁呢間24小時開放嘅自助陶瓷工作室咧就啱曬你啦！就算晏咗放工，都一樣可以過嚟啊！咁我哋本身就有第二間陶藝工作室叫做童謠啦，咁嗰邊就係攞嚟教班嘅。咁但係大部分人咧，因為想多啲時間留喺工作室就進行個人創作，同埋有一啲想拓展自己嘅事業啦，我哋就會以一個比較平租嘅價錢，我哋就有咗一個24小時自由出入嘅一個工作室，容易啲俾佢哋 manage 佢哋自己嘅時間啦。呢度一共咧就有6部嘅拉杯机，并且咧会提供8款颜色嘅油，以及一啲基本嘅工具啊。陶泥除咗可以自己带上嚟之外咧，亦都可以订购工作室所提供嘅4款陶泥。咁會員就需要通知翻我哋個 admin， 咁就 book 一個時間，咁佢哋就可以自己按密碼入嚟，咁就每一個人有佢自己嗰個位置嘅，咁就進行佢哋嗰個 book 咗嘅時間嘅創作啦。咁完咗之後就自己清潔翻，跟住就同翻個 admin 講邊啲要燒製，咁就 OK 噶啦。如果會員想自己進行一個小班教學嘅話，咁就可以以一個時租嘅形式，你去帶一啲非會員嘅人上嚟去上佢哋嘅堂咯。